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洪宇雷，我来自湘潭大学。No， 不好，不要，拒绝会死人的。这样子就是手挡住眼睛，然后就不看。我跑得很远。我没有颜值，低调吧。特别想拉二胡，炫技倒是不，尤其是之前拉那个赛马，哎呀，杠杠的。最喜欢我的大脸，因为它大、啊，好抢镜，我一下就占了1/3的屏幕。他最不喜欢的就是。其实也是脸，它还是太大了，说实话不好看。还是人家打招呼，人家不理我。Hello， Hello， Hello， 嗨嗨，就完全无视掉我。都不能把自己跑个地缝子进去算了。可以拉长战线的话，我就会带书。最近其实在看老佛爷的书，就是弗洛伊德。弗洛伊德是我的好朋友。人在梦境里会。反映出很多在日常生活中想去做但是又没有做的事情。我应该会控制住自己。如果遇到的是爸妈，爸爸肉多一点。战狼二有看，每个男生心中都会住着一个英雄。战狼二这部影片又特别热血，有很多爱国的情绪在里面，就感觉我们的国家也在越来越强大。那我作为社会主义读者本来也是挺骄傲的。那我不如选贞子好了，比较喜欢长头发的。首先你得是一个女生啊，可是你是一个狗哎、欸，狗哎，我以为节目组发了，但是节目组没发，再签点吧，就不会拖欠大家，该发的还是得发，好吧，一个一个的看。我会尽量的去把我生活中比较很好玩的事情分享给大家，全速更博，得尽力更博吧。我能做什么呀？